这么严重啊？你有没有去看医生啊？有啊，可是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冒，然后考试又考很差，就做什么都很衰的样子。这样啊？哎，跟你讲个好看的事哦。什么？你看，这个是神水哦。神水？这看起来很普通哎。哎，这可是请大师改运给我的耶，而且啊，喝了它超有效，运气变超好。真的假的？有效吗？嗯，很有用啊，它超厉害的哦。之前啊，我一直破财，衰到不行，结果啊，改完运以后还捡到100块。100块？嗯，改了半年才捡到100块哦。哎，100块很厉害了，好不好？它超灵的哦，它叫做阿灵师。阿灵师？那你是怎么认识他的？就是我妈的朋友都有去啊，她专门研究运势哦，看起来超有学问的啦。真的哦，听你这样讲，好像真的还蛮厉害的样子。当然喽，不然这样，等你脚伤好了以后，我带你去给她看看。诶，好啊，那就这样说定喽。今天大家在这边齐聚一堂，总算是我们有缘。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的困难还有阻碍，这些都算是因果病的一种。不过你们也不用太烦恼，因为刚刚我已经帮大家加持过了，从现在开始你们的气势会改变，运势会好转。好转的部分会弥补你们先天命运不足的缺憾。不过更重要的事情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立一个正确正常的人生观。不过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透过一些外力，一些小小的道具来增强我们个人的运势，像是这个持咒过的念珠，或是心经，哇，还有聚宝盆，然后还有这一瓶，这个是我亲自加持的转运神水，喝下去之后保证好运马上来，挡都挡不住。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如果大家等一下还有问题的话，欢迎留下来发问，我一定有问必答。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谢谢阿灵师。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走吧。哎，我还有问题想问阿灵师。哎，可是我等一下有事。哎，那你先走好了，我留下来问。可以吗？那我先走了。好，拜拜。阿灵师再见。好，再见喽。阿灵师。你上次说我背后有脏东西，他现在还在吗？你等一下，我帮你看看。到底怎么样啦？快帮帮我！等等，人鬼殊途，我不准你再缠着小霞了。去！好了，不要怕，不要怕。现在暂时安全了。暂时？那到底要怎样才可以完全脱离那个什么啊？哦，他其实是一个婴灵啊，他是你前世的孩子。你看得到啊？为什么我都看不到？你当然看不到啦。不过你最近有没有觉得身体哪里不舒服？像是肩膀会酸痛啊，或者是
身体哪里怪怪的没有？嗯，有哎，我最近有觉得肩膀那边重重的。重重的？嗯。好，你等一下哦，帮你看看。啊！难怪，那个孩子啊，他一直坐在你的肩膀上，难怪会酸。那我要怎么办呢？我今天真的只能暂时帮你把他赶走。如果真的要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可能要另外再找时间详细的处理一下。可不可以快一点呢、啊？拜托。好好，你先不要急。好，帮你算一下啊。拜托啊。哦，有了。下星期三呢、啊，有一个改运的好时机。你下星期三有空吗？有，我有空。好，那就先约下星期三。嗯。我是看你跟我很投缘，我才肯帮你哦，不然这件事情是很麻烦的。嗯，好，谢谢阿林师。所以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得，我们这件事情在完成之前，你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不然就会破功。好，我知道。嗯，好，谢谢阿林师。不用客气，谢谢阿林师。哎、欸，你今天问的怎么样啊？嗯，就阿林师说他要啊，不对，阿林师叫我不能讲出个别改运的事情。要什么啊？要给你喝神水吗？哎呦，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啦。哎，对了，你下星期会去阿林师那里上课吗？下礼拜哦，下礼拜阿凯要约我去看电影哎，我想说我最近运势蛮顺的啦，所以应该不用去了。哈，你不去了？哦，那好吧，那我自己去，可以吗？可以啦。像你是属于寒命人，你最近要当心，一不注意啊，你的健康状况是会出问题。真的，我最近才刚出车祸。是吗？嗯。手机我看一下。从你手的骨骼，还有长筋肉的绵密程度来看，你最近会有一个结束，需要挡煞才能化解。那怎么办呢、啊？快帮我想想办法。在哪里啊？你给我进来呀、啊！你鬼师傅，你在哪里啊？小霞，今天不太方便，你先走，我们下礼拜三再来哈。多这么近呢？哎，各位太太，有话好说，你什么事情？你叫师傅，叫什么师傅啊？你对我女儿做了些什么啊？我没有对她做什么，我是帮她改运而已啊。改运？干嘛？你看我女儿单纯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算了，自己的事都管不完了，别人的事还是不要管太多好了。耶。怎么有空来看我啊？想你啊，关心你啊，看看你最近如何啊？小霞，最近好不好？最近哦，还可以啦。之前运气很背哎，后来我去改运，之后好像比较好一点。改运？什么啊？就我室友之前介绍给我一个专门研究运势的师傅，然后他有告诉我一些改运的建议。那有用吗？有吧，我是觉得改运有好一点啦。嗯，你觉得有效就好，只是我要提醒你，现在假借宗教诈骗的人很多，你自己要多注意一点。嗯，我会多注意啦。可是阿林师看起来不是那种人啊，他就是戴着眼镜，然后一个读书人的样子。总之如何，我觉得你自己在那边生活，凡事真的都要小心一点。我会担心你。好啦，我自己会多注意。阿林师，小江你来了，来，赶紧进来。来，这边坐这边。然后，哇，今天天气很热，阿林师穿得很清凉。没有啦。改运是需要一点体力的嘛，嗯。
改运要脱衣服啊？没有了，先不要问这么多，等一下你就懂了。先坐，先坐。之前那个妈妈她为什么那么生气啊？她怎么了？还不就都她女儿？这改运的时候啊，就没有听我的，那当然运就改不过来嘛。那结果最后她妈妈竟然跑来怪我。哦，是哦。啊，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先不要讲她好不好？来来来，你先赶快坐下。要干嘛？哦，没有，我先帮你增加一点你的正面能量。那等一下我会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来，先坐先。来，闭上眼睛啊。来。你看，我已经帮你把这个浴缸都放满神水了，这一次保证可以把你身上的脏东西全部去除，还可以帮你挡煞。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啊！而且啊，对，你等一下洗完澡之后呢，记得把脏衣服拿出来交给我，我帮你驱煤气求好运。可是这样我出来不就没衣服穿了吗？你不用担心，来，我已经帮你准备好这件道袍了，待会儿你就换上这件道袍走出来，记得脏衣服千万不能再穿回去了，要不然啊，你运改不过来，发生什么事情后果我不负责哦。好，很快，时间已经快到了，过了时辰的话就不好了。要把衣服给他吗？这样安全吗？可是不给他，好像又改不了运哎。阿灵师，阿灵师。小佳，洗好了。嗯。好，那赶快把脏衣服交给我，我帮你拿去驱煤气，收好运。来，把这杯神水喝下去。不要怕，赶快喝，这样才可以达到内外兼修的效果。嗯，大口喝。嗯。好，那现在赶快到里面的圣坛躺着等我。圣坛。对，去躺着等我。我待会回来再帮你继续做法，嗯，快去啊，不然你耽误了时辰的话，就真的没有人可以帮你了。怎么那么久啊？头好晕哦，好想睡觉。你要干嘛，阿灵师？我在用这条沾了神水的毛巾帮你去除霉运。你要干嘛？嘘，安静。我现在要开始帮你改运了。为什么我觉得头昏昏的？我在阿灵师家睡了多久啊？奇怪，我怎么觉得下面会痛啊？为什么我感到空虚疲惫？为什么命越来越悲？
什么方法才能解决一切的不顺遂？到底是哪里不对？天灵灵，地灵灵，这样痛苦怎么会灵？难道这样可以避凶？难道这样可以改运？为什么觉得不舒服？为什么感到更痛苦？的佛牌，他还说这可以为人来改运，不过却借机。该不会我应该要问多多吗？可是每个人都那么相信他，有人会相信我说的吗？我该怎么办啊？啊，不然回家找姐姐讨论看看好了，她不认识阿灵师，应该可以比较客观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帮我改命的师父，他说他要帮我做个别辅导。什么个别辅导？